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电视台环球影迷大会。大家好，这是一档专门为影迷们准备的电影文化竞赛节目。那无论你是类型达人还是老电影的爱好者，无论你是喜欢配音还是喜欢扮演，在我们环球影迷大会的舞台上都能找到旗鼓相当的对手，还有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在这里说电影聊电影，大家不断的争论看电影爱电影，真心希望大家一生都爱看电影。我们的节目总共13期，每期节目产生一位超级影迷，每3期我们进入到第4期节目当中进行至尊影迷的争夺。当3位至尊影迷产生之后，我们将决出年度总决赛当中的荣耀影迷。那么如果您能获得我们环球影迷大会的年度荣耀影迷，将会代表千千万万的中国影迷踏上2018年度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首映礼的红毯，同时呢还将会获得前卫巴黎新法式豪华汽车品牌 DS 提供的2018款 DS6 汽车一年的免费使用权。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晚我们节目的主角，72位超迷团的超级影迷选手。欢迎大家，他们呢都是通过网上报名和知名的影视论坛网站推荐而来的资深影迷。欢迎大家，如果您在电视机前，您拿着手机用微信的摇一摇，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现场的选手几乎同步答题。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隆重地介绍2位专业嘉宾。老朋友，我们的电影学博士高深老师。大家好。我们北京电影学院的吴冠平老师，欢迎您。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媒体团的朋友们，让我们欢迎来自央视网、新华网、网易娱乐、腾讯视频、新浪娱乐、百度百科、猫眼电影、时光网、淘票票以及电影头条、全球精彩电影、影探和亭林镇工作室等全国各大媒体的朋友们到现场，再次的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13期，每集节目都有一个独立的主题，今天是我认为电影题材当中大家最为喜闻乐见的喜剧电影。如果让我去做演员的话，我最不敢碰触的就是喜剧电影当中的角色。我也是。喜剧电影这一个个包袱和一个个设计，如果抛下去它不响，人们不乐，走出电影院或者离开屏幕以黯然神伤，那就完全是失败了。所以我认为喜剧大师一定是具有超凡脱俗的能力，就如同卓别林所说的，他特别喜欢在雨中漫步，因为那个时候别人看不到他的眼泪。那么在喜剧电影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欢笑的背后往往掩藏的是泪水，那些讽刺的深处流淌的却是深深的悲悯。我想的这也是那些喜剧创作者们内心最柔美的地方。我们节目今天请来2位嘉宾，一位是大家很熟悉的著名表演艺术家魏宗万老师，另外一位是演电影就快赶上他说相声水平的李菁。欢迎2位出场。欢迎李菁，欢迎张斌，你好。您这是外面下雨了还是怎么着？这是这是两用的哦，既是雨伞又是拐杖。哎，我以为既是雨伞也是秘密的武器呢。这个魏老师，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刚才我在后台遇到您时，我第一个反应，哎，这老演员以前都演过哪些坏蛋来？但是其实我一看，这是您不光演坏蛋，好人比坏蛋的比例高很多很多。差不多，差不多吧。差不多。您说说，您演的银幕形象当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个？因为我们行内有一句话，就说是下一个角色是最好。哎呦，贝利也是这么说。演了121个大大小小的角色，从艺60年，100多个角色，一年塑造俩，这应该也算基本算高产，对吧？对，我想问问李菁啊，什么时候真的是说着说着相声，觉得这电影咱可以演，电视剧咱也可以演？2007年有一部电影找到我啊，我很高兴，因为相声演员呢是跳进跳出的表演，他同时可以塑造很多人物在这一个作品里面。那么影视剧呢，要塑造一个人物，其实他的表演的深度呢，要比这个相声的要深。对，这就是我的一个问题哈，是不是导演最初找你的时候，你一定演个喜剧角色？
对，甚至说你一定演不了好人那种。可以这么说，一般就是找我们演喜剧角色啊，而且愿意呢让我们在影片里边为这个整个影片呢去添加一些包袱。但是呢，这么多年演下来吧，作为演员来说呢，对自己也应该有点更高的要求哈。不仅我们能演好喜剧人物，这个正剧人物，我们也努力去刻画刻画。再次欢迎两位，再次欢迎两位。马上进入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环节，突出重围。突出重围环节规则：此轮共五道题，炒米团同时答题，五题回答完毕，全部答对且速度最快的五位选手进入七步之遥环节。那么在这个环节里呢，一共会有五道题，都出自即将为大家播放的一段经典电影的混剪视频。大家准备好了吗？擦亮眼睛，来看大屏幕。滚开！我的妈呀，先生们！我是巴顿，我要打胜仗啊！老队长，干什么？我没什么，我没什么。我打个。只身赴宴，鸡毛装，都是同学，装鸡毛。喂，我们真的在这里死跑的，胡说八道啊！如果你一定要叫我跑一跳的，你可不可以不要加一个死字在前面？不说不。马冬什么？马冬梅。什么冬梅啊？马冬梅。嗯，公子何事啊？这一开场就让大家笑口常开啊！大家笑的同时，可要开动脑筋。刚刚那段视频呢，是考验大家的记忆力和对细节的捕捉力。准备好了吗？我们来看第一题。在电影《甲方乙方》中，英达饰演的角色为了实现梦想体验了哪个人的生活？ A. 麦克阿瑟， B. 蒙哥马利， C. 朱可夫， D. 乔治巴顿。请作答。好，答题结束，一起看大屏幕。我是巴顿，不是下等剧院的老板，我要打胜仗，懂吗？懂了，将军。答案应该是 D， 巴顿将军。看答题的这个成功率有多少？47%。哎呦，也就是个60%多一点的答题成功率，这意味着有40%的在第一道题就已经倒下了。《甲方乙方》这部影片对于一个影迷来讲，自从我看了这部影片之后，我才知道我们中国电影又有了一个新的类型，叫贺岁片。对，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哟，电影还可以这么拍。其实贺岁片这个概念，它是一个舶来品，因为香港那个，因为它的电影工业体系相对来说完善，电影的市民化程度也很高，所以说在90年代年关将近的时候，大家用全明星阵容来拍一个喜剧的合家欢的这样一个电影，通常呢到结尾的时候就跳脱出剧情，所有的明星走到台前给大家拜年，恭喜发财。最早的有这个贺岁片的概念，其实是成龙。成龙的90年代中期的几部电影，我记得大概有《红番区》啊，《霹雳火》，但都是在春节的时候上映，所以那个时候的贺岁片是指春节。但是到了97年，《甲方乙方》这部电影出现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是我们内地的第一部贺岁片。来吧，让大家继续答题。继续答题。在电影《变相怪杰》中，变相怪杰没有变出哪一种气球呢？ A. 机关枪气球， B. 花气球， C. 长颈鹿气球， D. 法国贵宾犬气球。请作答。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For my first trick I'd like to do something for you, son. We have a giraffe. There you go, son. I got out of here, bottling. Thanks. Wow. For you, son.
little body English. A French poodle. Sorry, son, the dog was rabbit, had to put it down. And last but not least, my favorite. A Tommy gun. 答案是刮气球。我们看看现场选手的答题情况。恭喜各位，继续挺进来。我们看第三题。来看第三题，在电影《喜剧之王》中，柳飘飘说：“你这个死跑龙套的。”尹天仇回应了一句话，请问是哪句话呢 ？A. 你好像一条狗哎。B. 这重要吗 ？C.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D. 我很注重演员自我修养的，请作答。好，时间到，正确答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你不是在那出什么电影啊？叫什么来着？哎呀，随便了，站在后面踩了香蕉皮摔到地上的那个家伙。哟，你注意到我的演出啊？你这个家伙，我还在想是哪个倒霉鬼踩了香蕉皮还要摔在地，你怎么不去死？多谢多谢。你这个死跑龙套的。其实呢，我是一个演员。我们来看看现场的答题情况。只有一位答错，当然这是经典中的经典，对吧？这也是把周星驰当年从艺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心酸，其实做了表达。其实大家对周星驰的喜剧的认定的范，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比如说《大话西游》，在他诞生之初的90年代中期，大家并不认为他是一部多么成功的电影。其实真正好的喜剧演员，包括卓别林，包括周星驰，他实际上内心都是很孤独的一个人，他甚至他希望通过喜剧的形式来表达一个甚至有点悲剧性的内核。比如说《大话西游》里边，他对爱情他实际上是有点怀疑的，甚至是有点悲情的角色在里边。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每当我看到周星驰的这个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刚刚这个喜剧之王，是大家是在这么质疑他，你就是个跑龙套的，但是他很认真的跟对方说，其实我是一位演员。每当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都心里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对，我们现在说的很多的演员的表演，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90年代的周星驰奠定的这样的一种喜剧风格。当然还有80年代新艺城为代表的许冠文、许冠杰、麦家、黄百鸣等等这一系列的喜剧演员创造的80年代的一些经典。但是80年代是新艺城的天下，90年代就是周星驰的天下。实际上，谢谢两位嘉宾精彩点评，谢谢。好，我们继续答题。在电影《大独裁者》中，被误认为是独裁者的查理的真实身份是 ：A. 德国军官 ，B. 理发师 ，C. 牧师 ，D. 间谍。请作答。好，时间到，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理发师。女人为什么不长胡子？嗯嗯，什么？怎么？你怎么？我真笨手笨脚的，我真想自己揍自己一顿。我给你洗个头。看看我们影迷的答题情况。哦。只有一个答错了，因为这个是太经典了。经典。我们来看最后一题，在电影《唐人街探案》中，唐人大闹警局时，他首先大喊了一句什么 ？A. 唐人在此 ，B. 来抓我呀 ，C. 黄蓝灯，你给我出来 ，D. 萨瓦迪卡，请作答。好，答题时间到，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请看大屏幕。
让我进城。正确答案是 D， 萨瓦迪卡，一句泰语的问候语啊。嗯，我们来看看选手的答题情况。23，好，我们将从23位抽奖迷当中选出作答速率最快的那5位，我们看看是哪5位。26号选手景润成，43号选手乌汉林，46号选手张可欣，62号杨佳梦，66号选手天天。好，有请5位。本节目由大自然的搬运工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由前卫巴黎新法式豪华汽车品牌 DS 特约播映。好，祝贺我们的5位选手突出重围啊！一起进入到七步之遥。七步之遥环节规则：选手抢答，答对点亮一盏胶片灯，答错则失去此题抢答机会。其余选手继续抢答，率先点亮7盏灯的2位选手晋级。先请5位选手做下自我介绍吧，我们互相认识一下。好，先从1号开始。1号，杨佳梦。大家好，我叫杨佳梦，目前是一名在读研究生。我非常喜欢看电影，并且正在努力向骨灰级迈进。喜剧片是我最喜欢的类型片种。在成为骨灰级之前，前一个级别叫什么级别？一般级。一般级，这我以为叫铮铮铁骨级。杨佳梦刚刚说她只有23岁哈。不着急变成骨灰级啊，那只有岁月能改变。不着急，不着急。正在努力。那你说你最喜欢喜剧片，你的喜剧片的阅片量是多少？1000多部吧。1000多部，因为我其实主要阅片量是靠喜剧片撑起来的。真棒！最喜欢的喜剧明星是谁？卓别林。卓别林他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人生或者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马戏团，它让你们兴奋，却让我恐惧，因为我知道散场之后留下的只能是有限温暖，无限唏嘘。”说特别好，来，2号选手。大家好，我叫景润成，来自辽宁大连，现在在北京是一名媒体工作者。在我高中的时候啊，看了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这部电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下定决心想要从事和电影有关的工作。当然了，这条道路肯定是充满了艰辛与困难，但是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感恩电影，谢谢大家。嗯，那你现在的电影目标又是什么呢？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拍一部属于我自己的电影，这部电影一定要向我的精神导师姜文老师致敬。我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大银幕上让大家看到我的作品，谢谢。好，小景加油，以后的景导好吗？好，欢迎景导，谢谢。来，3号选手。孤帆远影碧空尽，瀚海阑干百丈冰，林花助雨胭脂落，在下名叫孤汉林。我来自天府之国四川成都，我是一个相声的爱好者，但我更是一个资深的影迷。今天来到这儿，我就用相声贯口的方式给大家报一报咱们电影名，怎么样？好，听你的。我看过的电影有《终结者》《蚂蚁者》《风雨者》《火影忍者》，有《金刚》《金刚狼》《变形金刚》《烈火金刚》《神勇铁金刚》，有《蓝丝绒》《蓝精灵》《蓝莓之夜》《蓝红白》三部曲，有《孩子王》《狮子王》《亚瑟王》《蝎子王》《喜剧之王》《功夫之王》《枪王之王》，有《美国丽人》《美国往事》《美国队长》《美丽人生》《美丽心灵》《美丽新世界》，有《十月围城》《天空之城》《天使之城》《暮光之城》《野火春风》《斗古城》，有《阿甘正传》《阿飞正传》《阿 Q 正传》《白发魔女传》《武义探长》《雷洛传》，有《夜宴》《鸿门宴》《王的盛宴》，咱环球的影片可谓是饕餮盛宴，天地无限。你是相声爱好者，对，又是个影迷，对，你觉得这个相声和电影有什么关系吗？我觉得在座的一位嘉宾，他跟就是这样跨越了相声和电影的两个边界，就是我们的李菁老师。看到偶像了是吧？对对对。刚刚龚汉林一上来就是用相声的这个贯口哈，给我们来了一个开场白。今天既然见到了这个偶像了，要不要现场跟我们合作一下啊？有这个荣幸吗？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来一段现挂来。刚才孟童老师说的是来一段现挂。对，这个现挂是相声里边的行话啊。是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场啊让您挂。干嘛？我死在台上是怎么着？现挂吗？现挂就是即兴调侃，是哎，互相的逗几句。这个相声中的现挂呀，用咱们时髦一点语言啊，现挂就是相声当中的 freestyle。您看这样说对吗？
太准确了，是不是？什么是 freestyle？ 即兴发挥，即兴发挥，对对对。来到这儿特别荣幸、其实我跟李菁老师啊还有一定的渊源啊。对，什么渊源？因为我来自四川成都啊，我的师父闵天浩老师跟您是同门的师兄弟。哦，那我知道了啊，因为闵天浩是我的师弟，我们是一师之徒，我们都是师胜杰先生的徒弟。他虽然年纪比我大，但是他得管我叫师哥。哎、我呢在这儿呢就应该叫您一声师叔。哎，师叔好。师叔，师叔，哎，不是师叔，师叔好。哎，来到这儿太激动了，主要。因为说回来，今天咱们节目叫《环球影迷大会》，这节目多好。而且影迷大会干嘛找两个主持人，一个搞体育，一个说足球的，一个说新闻的来干嘛？这个你不知道了。现在他提倡跨界，是吧？主持人也得在不同的领域里边多尝试尝试，就跟我这一样。那您今天是来干嘛的呢？我这不是跟你说相声来了吗？行行行，挺好挺好挺好。谢谢两位热场演员。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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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好成绩啊！来，四号选手偏偏。大家好，我是戴着眼镜拿着话筒的拉特加偏偏。我的工作呢是一名短视频自媒体的创作者，我一个人独立运营了一档叫做《小偏偏说大偏》的短视频栏目。没想到真的有人关注我，然后粉丝越来越多，然后我也认识了很多热爱电影的朋友，人也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开朗，可以说是电影改变了我的人生。好，小伙子加油！来，张可欣。张可欣，是的，我叫张可欣，24岁，是一个小编剧。我觉得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开心开怀，不想要的就坚决不要，想要的说什么也要把它争取到。而且我相信我的人生会比有些喜剧电影更开怀、更过瘾、更精彩。哎呀，真好，好自信，从容。谢谢，好，加油，谢谢，谢谢。我们的题目虽然是以喜剧题材为主线，但五花八门，方式也是多样的。各位做好准备，展现你的实力，好吗？好。为了让大家互相熟悉还放松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是一道抢台词互动题，我们请五位选手到大屏幕前来，有请各位一起登台。好，待会儿呢我和张斌老师会依次说出一部电影的名字和一句该电影的经典台词的上半句，那么猜到下半句的选手呢就可以抢先一步抢到麦前说出下半句的台词。选手请准备，请听题。这是一部来自电影《天下无贼》的经典台词。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回答正确。好，第二题，这来自于电影《大腕》的经典台词，很多次都被重复。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只做最贵的，不做最好的。给你机会再说一遍。只做最贵，不做最好。只求最贵，不求最好。只做最贵，不做最好。只要最贵不要。好，向后一步走，来，谁还能答？我们做房地产的，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哎，其实那个意思大家都知道，只是我们需要跟原来的是完全吻合。好，我们来看第三题哈，大家请听题，来自《少林足球》的一句经典台词：“扫地只不过是我的表面工作。”请抢答。只不过是一个研究生。对。你看，我们穿着高跟鞋。照样能抢到题。对，这个是张可欣，当仁不让，给一分啊。第四题，来自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的经典台词，听好，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请抢答。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好，好，哎。第五题，来自电影《少林足球》的经典台词，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请抢答。如果人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你还可以再精确一点，再精确一点点，一点点。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回答正确。来，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道题啊，来自电影《大话西游》的经典台词，注意听好，我那么喜欢你，请抢答。你喜欢我一下会死啊？恭喜偏偏。好，我们首先要恭喜四号选手偏偏哈、可以抢先一步点亮一盏胶片灯。开门红，领先一步。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七步之遥的第二道题，请听题。
在电影《大话西游》中，至尊宝脚下的三颗痣是谁贬上去的呢？有四个答案 ：A. 春三十娘 ，B. 白晶晶 ，C. 紫霞仙子 ，D. 铁扇公主。请抢答。二号应该选的是 C. 紫霞仙子。来，一起看大屏幕给出答案。哎，我现在郑重宣布，这个山头所有东西都属于我的，包括你在内。我？是啊，就像我的驴子一样，给你盖个章。你现在是我的人了，如果有人欺负你呢，就报我的名字。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盘丝大仙。五百年前，好，正确答案是 C， 紫霞仙子，回答正确。这送分的题啊，这送分题，这应该属于最基础的知识和答案了。来，听下面道题，下面道题也不难，同样是周星驰贡献我们的电影当中的细节。在电影《少林足球》当中，大力金刚腿让阿梅回到了哪个星球？四个答案，开始抢答。五号选手，我选择第二个火星。来看大屏幕，我是少林队的候补，我来当守门员。你怎么弄得跟个外星人一样？我不会剪头发，剃光了比较快一点。你来这干什么？我想帮你们比赛啊。你怎么帮啊？你快点回火星吧。地球是很危险的。好，恭喜五号选手张可欣点亮一盏照片灯，恭喜您。的确，这么一看，赵薇有点异体风采哈、啊。确实，现在看来，确实很像异体，特别强烈。来，好，我们来看下一题。在电影《羞羞的铁拳》中，张茱萸终极绝招是由哪两招武林绝学合成的呢 ？A. 铁砂掌加神龙摆尾 ，B. 一阳指加狮吼功 ，C. 降龙十八掌加飞龙在天。D 一串鞭加一夜渡江，请抢答。二号应该选的是二 B 一阳指加狮吼功。你过来呀！好像还不够卖力呀、啊！你过来呀！过来吧。现在我们看看正确答案。给我们的答案。武林中有两招绝学，一阳指和狮吼功，我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招。你过来呀、啊！好，恭喜二号选手景润成点亮一盏胶片灯。好，我们继续答题，这是一道图片线索题，依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位著名的喜剧演员的名字。先给出第一张图片。第一张图片。哇，好，你好，我觉得他应该是憨豆先生罗温·艾金森。这么笃定啊？因为这个是他非常标志的那个服装，在他的短片还是长片电影里都是这个红色的领带，还有这个棕色的西装。我们来看看下面一张图片，那个是有一个小熊，表现的是憨豆先生的孤独，因为他会跟这个小熊自说自话，但是在其他的部分的时候他是没有一些交流的。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情节，我小时候看的时候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憨豆先生他停下来车之后把那个方向盘还要带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节，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最后一个就不言自明了。嗯，回答正确，点亮一盏胶片灯。说到这个憨豆先生，我说我一个小的经历啊，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对呀，我当时解说，他跟伦敦交响乐团呢一块儿来进行演奏，当然了，他有喜剧化的表演。是，那是我第一次解说奥运会开幕式，心潮澎湃啊！因为我们一般都说 Mr. Bean， 憨豆先生我说的比较少，所以我脱口而出就是宾豆先生。不仅现场的人笑了，可能全世界都笑了。在现场进行演奏的是我们太熟悉不过的宾豆先生。李菁老师，你喜欢憨豆先生吗？当然喜欢啊，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是一个
青春记忆。喜剧创作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就是把观众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和他们认为经历的认为的合理性的东西突然被否定掉了，其实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好的，谢谢吴老师。好，我们继续答题。来，接下来呢是一道图片题，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张图片。下列路易德·菲奈斯饰演的电影角色中，哪一个角色其实是一位指挥家呢 ？A、B、C、D 四个答案，请抢答。金文成，哎，应该选的是四 D。这部电影是出自《虎口脱险》，他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指挥家。回答正确。二号选手点亮一盏胶片灯。下面仍然是一道图片题。根据这个图片猜出一部美国影星金凯瑞主演的电影，开始。片片。变相怪杰。继续抢答。五号。是阿呆与阿瓜。回答正确。来看看大屏幕。这是一非常具有标志性的穿着，这也是一对喜剧的搭档。除了金凯瑞之外，还有杰夫·丹尼尔斯。这部影片诞生在90年代，后来又翻拍过，可以讲这是喜剧当中的传奇。接下来是一道音频题，请听音乐。是陈百强的那首《偏偏喜欢你》啊，好听哈，非常好听，粤语歌很好听。但是我们的问题是，这首歌曲曾经出现在徐峥主演的哪部电影中呢 ？A 是泰囧 ，B 是港囧 ，C 是疯狂的石头 ，D 心花怒放，请抢答。应该是二号，应该选的是二 B 港囧。好，正确答案，来看大屏幕。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回答正确，点亮一盏胶片灯。好，现在加油，四盏暂时领先。看下面一道题，这仍然是一道图片题。我们看这个场景很熟悉，不见不散，对吗？注意黑板上所写的三个词，其中错的地方在哪里？开始。偏偏。好，偏偏。应该是趴下。来，我们看看大屏幕。大屏幕。趴下。趴下。趴下，趴下，老实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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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废话。啊，这个记忆点是很深刻的，这个也是当时特别鲜明的冯氏幽默。是，你看的时候确实这个影片看得挺过瘾的。来，偏偏再点亮一盏胶片灯，加油，偏偏。好，我们继续来看题。这是一道图片题，在电影《宿醉》中，三位主角偷了谁的老虎呢 ？A、B、C、D 四个答案，请抢答。好，一号小杨。加梦。A 泰森。A 泰森。A 泰森。你确认是吧？我不认识，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应该是 A 吧，嗯、因为 B 跟 C 长得就太像了。你太伤老师的心了。看1000多部电影需要花3000个小时。你知道这个时间分配到他短暂的青春年华里，没时间看体育，特别没时间看球，再说长成这样的，不知道他名字也就罢了。回答正确，点亮一盏胶片灯。好，加油。挺好题目，这道题跟现场的嘉宾有关。来，我们先看一段视频。嗯嗯他棉花喽，这
这是歌曲的开头，他站在高山上，在呼唤自己的心上人。哦，心上人，姑娘，对，这姑娘姓谭，叫棉花。这就是魏老师当时演的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巧奔妙逃》。视频中这位角色，片中角色叫老妖，对吧？是魏老师出演的，他弹奏了弹棉花，有他的鲜明的这个自己的目的的。四个答案：召唤名叫弹棉花的姑娘，我谢谢你这编导啊。B， 召唤阿贵的老婆。三，等待村民的救援。D， 对接暗号。抢答开始。小姑。小姑。B， 召唤阿贵的老婆。你确认？确认。回答错误，继续抢答。一号小杨，我选 D， 对接暗号。回答错误，继续抢答。很容易了，被小景抢到了。只剩一个正确答案了，应该选的是 C， 等待村民的救援。好，回答正确。再亮一盏灯，五盏灯了。现场的观众想不想让魏老师重现一下他当时那种复杂的心理的表现？想。来。魏老师。哎呀，这您哪年拍的这片子？这个戏是已经是22年，22年前，22年前。哎。弹棉花喽，弹棉花。带着哭腔哈，被日本人逼的。弹棉花呀，弹棉花，半斤棉弹出8两8，旧棉花弹成了新棉花呀，弹好了棉花姑娘好出嫁，哎呦喽哎，哎呦喽哎，兄弟们快来救我呀！谢谢魏老师。没事。我们再来看一道图片题哈，这是电影《东成西就》的一张图片。电影中洪七公是如何形容自己的呢？请五位选手抢答。应该选的是二 B， 我已经被誉为历代丐帮里面最英俊潇洒、雪白干净的少帮主。正确答案，我们还是来看看大屏幕。我已经被誉为历代丐帮里面最英俊潇洒、雪白干净的少帮主，你看一看。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再进一步。来。我们继续听题，这也是最近两年很流行的影片。我们下面看片段，来自于《西游降魔篇》。钱，走啊！啊啊啊啊！走，屁股翘高一点嘛。哎，啊哈哈，不错，小姐舞跳的很棒。没有了，没有你好。很好哎，真的、啊。现场都乐了，你看，虽然只是一个片段重放，但是大家真的是有重新回到电影情景当中。我的问题是这样的：舒淇所扮演的角色为什么要跟黄渤所扮演的孙悟空跳这段舞？我们看 A、B、C、D， 开始抢答。小姑，C， 为了去吸引猪妖。恭喜小姑。我们继续。好，我们再来看一道图片题。这幅剧照中，王宝用脚接住的是什么呢？请抢答。好，张可欣。一个杯子，茶灰缸，一个玻璃制品。最后一个机会，回答明确。烟灰缸，玻璃的。确认。来，视频我们看大屏幕。回答正确。
现在是三展了，三展，加油！下面这道题放松一下啊，这个没有图片了，也没有视频了，全听线索。来，大家听好。第一条线索，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不知所说哈。来，第二，一个缺水的地方。一号小羊，我觉得应该是余德水吧。来，最终的答案。一个女人的头发被剪掉，用中午冒充英语老师领薪水。正确答案，余德水。来，我们继续。接下来呢，又是一道图片题，请指出这张剧照的错误之处，请抢答。小杨。小杨，嗯，这个手帕上面的字是错的，应该是丑字，不是穷。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好不好？来。来。我这个大。是行，哎，是行字，是丑字，连丑字都不认识。你三岁掉，掉到四十亿都掉不到，肚子比猪大，吵架被人压，你到底有什么诚意？恭喜你答对了，加一，再加一，到了四，我们继续，在九个银幕形象当中，如花，其中有一个不是出自周星驰电影，请问是哪一张？并说出电影的名字。开始。一号小羊。应该是第八个，不是出自周星驰的电影。第八个应该是，冯德伦的一部电影。来，我们给他，真的这个已经一号小羊，至少我用这个证明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得分情况啊，五、六、六、三、二、二、一。好，大家继续加油。好，接下来这道题很关键了啊，也是一道图片题，大家请看。请根据以下场景拼图说出一部电影的名字，请抢答。哇，又是小杨。因为这个太明显了，它是卓别林的电影。然后他的第四个截图的片段判定是《城市之光》，卓别林的《城市之光》。有一朵玫瑰花，对吗？对。然后其他的部分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有空间也有情节的一些截图。哇，张斌老师，这道题其实很难哦，你看。所以说明对电影您很熟悉，确实阅片量很大，1000多部喜剧片不是白给的，恭喜你，五加一，现在追到6-6平，看看谁先到达七步之遥。再次回到刚才我们说过的经典的喜剧影片《甲方乙方》，葛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叫姚远，李琦那个李琦大哥扮演的胖厨师。跟他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你千万别对人讲啊！请问这句话是什么 ？A 打死也不说 ，B、C、D。抢答开始。应该选的是2B， 打死我也不说。选的2B 是吗？对，对，你得跟铅笔盖。不知道为什么。来，我们用电影片段印证一下答案。你得告诉我一句话，然后再勾着我往外说，软硬兼施，可我怎么都不说，我让这句话烂肚子里头。打死我也不说，对，打死我也不说。回答正确，祝贺二号景润城点亮了全部7盏胶片灯，抢先走出七步之遥，抢滩登陆成功了。张家梦就应该有一步之遥，这会儿是一步之遥。来，我们继续答题。来，继续答题啊！还是一道图片题，在电影《午夜巴黎》中，吉尔穿越见到了很多名人，请问以下哪个人是他没有遇到的呢？请抢答。五号。第四个，茨威格。那么确定？我们相信编剧的话，回答正确。回答正确。现在应该是3+1，已经是点亮4盏灯。现在是6-4-2-1，竞争的态势很激烈。我们看下道题，先播放视频，来一起看。鬼整你咩？入嚟冇声嘅。咁缺水哦，我弹紧你啊。情爱就好像一串梦，
梦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你天生多情，帮给这个爱情来到戏弄。唔好烦我，而家个心好乱。这个电影《玻璃樽》，大家很多都看过。片中的阿白调侃阿布的时候，借用张国荣的一首歌，请问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什么 ？A B C D。请抢答。前卫巴黎，新法式豪华汽车品牌 BS 提示您：下节更精彩。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来到环球影迷大会。我是影迷，我爱电影，让我们在爱的电影当中找到同频。阿白调侃阿布的时候，借用张国荣那首歌。请问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什么？我选择 C， 龙本多情。恭喜你抢单成功，六加一。恭喜两位，那我们也很遗憾，另外三位选手止步在七步之遥哈。好，让我们掌声有请景润成和杨家凤。七步之遥环节率先突围的景润成，看过电影《让子弹飞》以后，开始了追逐电影的梦想，进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大鹏导演的《煎饼侠》是用了一个笑中带泪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述一个虚无缥缈的追梦故事。从小他就想做一名超级英雄，但是身边的人都嘲笑他，还好他没有放弃。所以在电影的最后，大鹏以煎饼侠的姿态回归到了大银幕上。我在大学的时候和一群同样热爱电影的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我们也想拍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那段日子很快乐，但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与磨难，比如有朋友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意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所以我始终觉得煎饼侠他终究只是一个童话故事，因为在电影的最后，大鹏他拍成了这部作品。是的，这部电影我们没有拍完，但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从来都不曾后悔，因为至少我们为了我们的梦想曾经追逐过，努力过，它更是我们一群人的梦想与青春。喜剧电影阅片量超过千部的23岁在校学生杨家梦，对卓别林尤为钟爱，欣赏他通过嬉笑怒骂、轻松诙谐的方式，去表达一个或沉重或深刻的话题。是有限温暖，无限唏嘘。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伟大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最不好笑的一部电影《舞台生涯》。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事业落寞的喜剧演员卡尔费罗帮助另一位因为患了风湿而不能站在舞台上继续跳舞的年轻女演员重新找回自信的故事。当塞瑞拉重新站了起来，她却跟另一名年轻的作曲家陷入了热恋，只留下苍老的卡尔费罗独自上演他的含泪喜剧。其实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一直不想让自己睁大双眼去看清楚这样的卓别林，因为当我们熟悉了那个默片时代的小流浪汉夏尔洛的角色，熟悉了他头戴一顶圆领帽，脚蹬一双尖头鞋，手里拄着根小拐杖，鼻子下有一撮乌黑的小胡子，我们现在大概很难去接受穿着现代装有老年斑的卓别林。整部电影里最打动我的段落依旧是最后那段无声的表演，这也是巴斯特基顿与卓别林在光影世界中的唯一一次交集。当我看到苍老的卡尔费罗重新回到舞台上，用他灵活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重新征服观众，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默片时代最熟悉的角色夏尔洛，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年轻的卓别林。当卡尔费罗即使只能被人抬着，还要坚持向观众谢幕并说我真的想继续下去，而不明真相的观众却鼓掌欢笑大声欢呼的时候，那一刻我好像懂得了舞台生涯是卓别林在用一部作品向小流浪汉夏尔洛，向曾经的自己，向那个伟大的时代告别。 I'd like to continue but I'm stuck。卓别林用他的一生
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乐而不淫，爱而不伤，也是他赋予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魅力。在这部影片中表现的卓别林是非常有一个艺术家的风度，他不仅仅表达了对这样的一个有声片时代的某种妥协，同时他也以一种非常坚强顽强的态度展现了他们在默片时代所传承下来的喜剧的价值。所以在这部影片里，他把巴斯的基顿也拉过来一块演，实际上这两个老头实际上有一点捍卫喜剧的原旨主义精神的意味在里面。我们朱光潜老师说过哈，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喜剧，所有伟大的喜剧都是悲剧。其实这种辩证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况味，对于小杨的内心起了作用了。两位选手谁能最终胜出，我们拭目以待。好，接下来将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超迷无双。超迷无双环节规则，两位选手根据九宫格轮流选择图片并答题，答对继续，答错选手将爆灯一次，如爆灯两次则该选手淘汰，另一名选手即为本场超级影迷。我们的电视前观众完全可以用微信摇摇的方式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会有惊喜大奖等待您，几乎可以同步答题的。如果在新浪微博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环球影迷大会的互动话题，有海量的电影知识可以学习，您就是下一位超级影迷。两位做好准备了吗？杨佳梦，我选择二号许冠文。好，现在我们把双手放在肚子上面，按摩几下就可以减少脂肪。准备，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半斤八两是许冠文、许冠英、许冠杰合作的第一部喜剧，视频中烧鸡保健操是其中的经典桥段。请问许冠文为什么要这么做？请选择。选择 C。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回答正确。回答正确。我选择一号曾志伟。在电影《夏日福星》当中，曾志伟饰演的角色叫什么？ A 折菇菜， B 犀牛皮， C 罗汉果， D 花旗参。我选 C 罗汉果。回答正确。充分热身的环节。嗯，来，我们继续选择。选择第三个，任素汐。余德水中，张一曼对自称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特派员说了句 goodbye， 特派员回复他的是哪句话呢？ A B C D， 请作答。选择 B good morning。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特派员 goodbye。 good morning。 哇，回答正确。回答正确。我选择九号沈腾。在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夏洛把秋雅的自行车轮子拆掉之后换了什么东西？ A 冰棍， B 罐头， C 汽水， D 酸奶。选择 C 汽水。看答案。谢谢你的汽水啊。这是行吗？我才明白过来，你刚才卖的车轱辘就是这车上的吗？夏洛，那我不是在给你买汽水吗？我又没带钱，那我只能把你的车轱辘给卸了卖了。回答正确。好，佳梦继续选题。我选择第六个，金凯瑞吧。在电影《变相怪杰》中，金凯瑞饰演的斯坦利获了奖，请问在现实中金凯瑞拿过几次小金人呢？选择 A 零次，无冕之王。回答正确。回答正确。我选择五号冯小刚。分析终端机的问世一举攻克了这个难题。我们现在来猜输赢。嗯，咱俩同时拉开，一二三。哦，非诚勿扰由分歧终端机开始，再以分歧终端机结束。请问分歧终端机是由以下哪位导演发明的？ A B C D。 应该选 D， 彭浩翔。为什么不是冯小刚呢？因为这个创意应该是首先是来源于彭浩翔他自己的一个短篇小说，然后冯小刚引到了这个《非诚勿扰》的这部电影当中来。看答案。回答正确。回答正确。
我选择我最爱的卓别林吧。图片中这位扮演卓别林的演员叫什么名字？给的，宋分题。小罗伯特·唐尼。回答正确。那我就选葛大爷吧，八号。葛优参演过众多经典喜剧片，请问以下四个角色对应的电影分别是什么？B 是没完没了 ，D 是卡拉是条狗 ，C 是是哪一部电影？五、四、三、二。一，没有，忘记了，忘记了。非常遗憾，出现了第一次爆灯。继续努力，我们看这一屏当中的最后一道题。在电影《大内密探008》中，结尾有一段模仿奥斯卡颁奖的场面，请问是谁获得了最佳男主角 ？A. 法印 ，B. 皇帝 ，C. 阿发 ，D. 阿发的岳父。选择 D. 阿发的岳父。我们来看正确答案。好了好了，马上颁发今晚的压轴大奖，相信大家一定猜到，没错，最佳男主角就是阿发的岳父。恭喜小杨回答正确。第二屏是海报题。小景，我选择二号《家有喜事》。在电影《家有喜事》中，有不少戏模仿经典影片的情节出现，请问电影剧照与仿效的电影进行正确排序的是哪一个？第二幅应该是人鬼情未了，那就在 A 和 D 之间做出选择喽。是的，然后第三幅是微情时日 ，A 应该是风月俏佳人，第四幅图是终结者。回答正确。小杨，选择第一个花田喜事。在电影《花田喜事》中，林家生被周吉逼走的时候写了一封信，他是用笔蘸什么写的呢 ？A. 周吉的口水 ，B. 周吉的洗脸水 ，C. 周吉的洗脚水 ，D. 周吉的漱口水。我看着都晕，请选择。选择 C. 周吉的洗脚水。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脚趾头给我擦干净啊！哎呀！人家快点转转呐、啊！此地不宜久留，狗尚且不能留，何况是人呢？哼！哎呦！回答正确。来，小景，我选择八号《人在囧途》。在电影《人在囧途》当中，李成功在牛耿的回家之旅，因为牛耿的什么毛病，一路屡屡中招。应该选的是 D 乌鸦嘴。我们看看答案。很稳健，继续向前。选择第六个港囧。在电影《港囧》中，徐来和他的初恋杨一第一次牵手时，他们在看哪一部电影 ？A、B、C、D 做选择。选择 D 秋天的童话。确实这个不是特别确定了，因为这几个影片都在那个段落里，所以
六、五、四、三、二、一。选择 A 吧，阿飞中断。A。A。好，不变了。来，我们看看答案。前卫巴黎，新法式豪华汽车品牌 DS 提示您，下节更精彩。大家好，我是景甜，欢迎来到环球影迷大会。我是影迷，我爱电影，让我们在爱的电影里找到彼此。来，我们看看答案。回答正确。好，小景，我选择五号，让子弹飞。请问视频当中县长、县长夫人、师爷三人吃火锅，唱的是什么歌？唱的是送别。送分题。恭喜答对了。继续选择。我选择大话西游。请问这首曲子改编自国外哪首歌？它曾经在哪部美国电影中出现？一共有两问啊。歌曲应该就是 Only You。 出现在哪部美国电影中确实不记得了，因为我只记得它是改编自这个。有答案吗？爆灯一次。来，我们看看答案。对啊，人鬼情未了。人鬼情未了。其实你很悔，对吧？其实这片子耳熟能详。但是他说了，他是爱情片，不是他的专长嘛。没事，其实我们都热爱经典，对吧？日后有机会多看经典电影。现在爆灯都是一次，所以任何一次你们的失误都将成就对方。小心谨慎，继续作答。来，小景，选九号《西游降魔篇》。在电影《西游降魔》当中，陈玄当了师傅，让他用什么去降魔？这是一道问答题，开放的。让他用的是骰子。骰子。骰子，确认吧。确认。来，打开答案。恭喜杨家梦。恭喜杨家梦获得本场冠军。来，祝贺家梦，家梦将会获得前卫巴黎新法式豪华汽车品牌 DS 提供的 DS6 车模一台。我们每三期呢，将去进入到第四期，你去竞逐至尊影迷。如果你再胜出了，你将和另外两位至尊影迷一起进入到年终的总决赛，去竞逐荣耀影迷。荣耀影迷有一个特殊的荣耀时刻，就是2018年的金鸡百花奖的红毯。同时，你有机会把手中的车模能够变成前卫巴黎新法式豪华汽车品牌 DS 提供的2018 DS6 汽车一年的使用权。本节目由大自然的搬运工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由前卫巴黎新法式豪华汽车品牌 DS 特约播出。前卫巴黎新法式豪华汽车品牌 DS 提示您，下节更精彩。大家好，我是陈宏伟，欢迎来到环球影迷大会。我是影迷，我爱电影，让我们在爱的电影里找到彼此。谢谢一对年轻人，说实话，是因为他们让我在第三期节目开始爱上这个节目，因为他们两个人表达让我觉得电影可以见人心，可以真正的释放自己关于电影的这份热爱，这份梦想的光芒尽管很微弱，但很温暖，所以我特别愿意把我后面的十期节目的努力化作对你们的致敬。两位年轻人加油，希望每个类型打开的只是你热爱电影的那扇窗，
希望我们每周六晚上带来的环球影迷大会是各位爱上电影的契机和继续爱电影的场景，我们一起爱电影，一起看电影，好不好？这期节目我们要献给电视机前所有那些开心的和不开心的你，让我们笑着向自己的过去告别。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收看本期环球影迷大会，我们下周再见。